咱们今天来做个可食用水球，这是海藻胶，把海藻胶倒进这个清水里面，给它搅拌，然后等待它融乎整的一碗清水，然后咱们把乳酸钙倒进去，还是给它搅拌，让它完全融。这是融化好的乳酸钙，这是融化好的海藻胶，把这个百香果倒进这个海藻胶里面，然后给它搅拌一下，然后用这个勺子㧟一勺，放到这个乳酸钙里面。等一会儿啊，不能着急。好了，再来一个。已经做好了，咱们尝一个。